稍微去做什么的，就是你这人就想你这人就好，都有在攻，就是防。你在攻的时候，我就在帮你防。你看你在后面打，其实我也是在攻，反正我帮你抓，帮你抓。所以就是这样，这样概念要互补，而、啊、不是没你的事，然后你就待在原地哦，想说哎、欸，我看到你在这打，我就往哪里？像东东那种，训练有素，东东的速度。想一件事情哦，我的正后方，你先中间保护点。今天就算他很不济，然后我的正后方，我的脚程，我也可以往后拉，你就变成五转。问题是，你在我的正后方，他刚好斜对，他打斜对，就这边距离我们大概可以有距离，而且又在往前，他要打我正后方球，必须通过我头顶到后面，这个距离相对会有。过我就下来，那你有机会了。今天就算你围攻，他打了我一颗进攻方，你来不及，你稍微偏了，对，然后我把你稍微打这个。喝水。